大厨十分钟搞定年夜饭，澎湃年菜就是那么简单。中式的咸蛋黄，是啊，对，再配上这个黄金叉，发了发了发了，晚上可以拿金条了。把南瓜泥呢下来跟这个咸蛋黄一起炒，对，健康，然后来一个红的，你看，金泥包、碳结包，健康真才难嘞，对不对？才这快嘞，加一点工，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对啊，你看这种黄金，对，有金沙，有缤纷，你看这就是一个金沙缤纷沁有余。好，那 Lawrence 先跟我们先讲个吉祥话吧。祝福大家飞龙在天，健康天天。耶！隆隆锵，隆隆锵，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利哦。哇，一定要的啦！龙马精神，步步高升，每年健健康康，新年快乐。财富健康，恭喜大家。我们要提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 Lawrence 今年的年菜，我们先开箱了。真的很澎湃，对不对？好，刚刚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闻着受不了了，汤公公啦。可是讲到这一桌的美味好菜，就年菜或者是围炉的这个重头戏的这个除夕年夜饭，对不对？哇，最辛苦是谁？婆妈，还有这个喝新布，可以不要那么累了，而且呢，可以。省时，对不对？省时省力，健康又好吃。健康好吃，还有什么？省荷包，太重要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先问莹姐，那你那个年夜菜有没有 NG 版或是崩溃的时候？怎么准备呢？我真的必须在一边很慎重的感谢一下我的婆婆，还有感谢一下我的妈妈，好不好？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真的是很幸运，我都不需要准备年夜饭，因为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都会准备。但是我知道，你看像这样子一桌年夜饭，真的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攒后，没错，真的。所以呢，那我是前几年回家就乖乖的，你知道吗？就回家吃当二厨吧，但没有，我连二厨都没有这个，因为不是不需要，是我怕我帮倒忙。哎，这真的，我怕我帮倒忙，所以呢，我就带着孩子，好不好？回家拜年。但是呢，我几年之后我就发现，我这样好像有点也不是很应该，没有那个孝道，没有尽道的感觉。所以隔了几年之后，我开始我就会买一个，比如说一瓮的鸡汤，或是一瓮的什么佛跳墙，对之类的这种，带回家去，然后就等于说跟大家分享，然后顺便就是也是让婆婆觉得说，哎，我有尽一份力的感觉。你这样带一瓮这个佛跳墙，其实是可以减少妈妈婆婆的很多的辛苦，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莹姐婆婆真的很了不起，一起夹菜呢，她是如素哎，她还帮家人是准备一桌的这个好菜，然后上来她自己不吃，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吃得很开心。刚刚说那个过年要对婆妈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主办不一定是婆妈，对，应该对那个主办的人好一点，好不好？过年没有领头的红包就算了，对不对？还要去煮饭，真的是很辛苦。所以你来看秀，也要犒赏你。真的，从小到大我就跟着我妈做佛跳墙，你知道那个准备材料三十几种，对。然后那个阿公要吃，阿妈要吃，然后你要搞个三天三夜，真的不夸张。如果你是完完全全都来，所以有时候一些方便性的啊，其实反正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对，还有在有时候想要过年不要在家里煮，你去外面吃。可是问题是外面吃，你知道吗？油烟多啊，调味料又多啊，什么都很会有很负担的感觉。食材你也比较不安心。对，平常已经吃很好了，其实过年了，你自己让自己轻松、简单、幸福就好了。你要去买食材，然后买好了以后要处理。对，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这样好累，而且因为毕竟只有我跟我妈两个人嘛，然后有时候我可能我舅舅回来，那我们就三个人吃，我就觉得说好像煮完了以后还要洗还要弄，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去饭店订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你拜完拜之后还要再复热，其实味道完全跑掉，拿出来是冷冻，跟它后来再料就那个味道，你才被安拉复热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就是，很多人很急马上开袋子，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可是它其实吸到冰箱不好的味道，是，所以必须要不要开，然后你可能前一天呢就放到冷藏去退冰，回归到一个自然原始的状态。然后像有一些像有铝箔包啊，或者是高温真空包的那种，你可以放到电锅里面，或者是用水煮的方式去把它隔水加热。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倒出来，哎，妈妈很急。比如说这个鸡，它倒出来呢，整块鸡块在那边哦，冷冻的冰块在那边，哎，狂加水，让它好像可以融化比较快。可是它味道啊、风味啊，其实都已经变掉了。对，加水下去就不对。对，比如说你加水，它风味就已经不一样，稀释掉就没有来那么浓郁。然后再像比如说一些米饭类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现场有年糕，对，这个米糕、米糕、年糕这些东西，比如说很多人想要快用微波炉，可是其实这个淀粉一加热，它就
硬化了，对你好像就不是在吃米糕，你变在吃米粒了。对，真的很澎湃，对不对？准备了八道菜，总共有八道，是不是？是，对，是准备了八道菜，让大家可以今年发发发，来年更发，而且富贵连连，好运连连。今年一样邀请潘帅再做一个创意料理，好，加上我们这个醉鸡卷，希望这个潘帅可以再创意哦。潘帅很厉害的，我们就请我们的潘帅帮我们这个这么丰富的年夜菜呢，教我们婆妈哈，那么锦上添花。没问题，让这个菜色更充满着多巴胺的幸福滋味。好，好，都市的咸蛋黄，是啊，对，配上这个黄金汤，发了发了，不超过十分钟。对啊，你看这种，这个太漂亮了，有金沙，有缤纷，你看这就是一个金沙缤纷沁油。哇，这是年年有余，还有团团圆圆，是我们 Lawrence 呢今年为他的家人备的哇，这么澎湃的这个年菜。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加工就变这么漂亮喽。那我们的婆妈，我们再来看，就是我们的潘帅怎么样锦上添花，变成105分还是爆表哦。就是其实你可以运用很多过年的食材，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呢、这个鲳鱼类，我们可以用煎的。今天呢要来做一个简单的酱汁，直接淋在这个煎好的鲳鱼上就好了。哇，那过年呢最重要什么？就是要喜气满满，对不对？对，黄金满满的感觉。黄金满满，我们不要再吃一些中式的口味，我们可以用一点简单的调味料，比如说我们今天下的就不是沙拉油，我们下的是奶油，那它就有一点西式风味，西式的口味。那我们这边呢弄了什么？中式的咸蛋黄。是啊，对，再配上这个黄金汤，黄金汤发了，发了，对，你看都是黄的，有没有？你在那边炒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好像黄金下下哦，对，是是是，晚上可以拿金条了，真的，我们就简单的把它炒一炒，我觉得很吉祥啦，对，应景也很吉祥。你这个南瓜是什么？南瓜，这是南瓜泥，又是南瓜，又是金的，对对对，把南瓜泥呢下来跟这个咸蛋黄一起炒，加这个叫做姜泥跟蒜泥，你就直接把它加下来，真的把它就把它学起来。这大厨就大厨，然后料理梦想家就是不一样，真的。其实我们就是做一点创意，而且这些食材说实在，加工这些这也不贵。对对啊，那你看我们这样慢慢炒，慢慢炒啊，那个咸蛋黄的香气出来了，那你也会觉得说，香好香。原本如果要这么多咸蛋黄，你就会造成你过年的负担。因为全部都蛋黄，像你知道那胆固醇啊，都不好。那么用一些这样根茎类的蔬菜来，它做一些其他的代表。好，再来我们这边加了这个是杏鲍菇。对，切丁的杏鲍菇，而且这很快就熟了。对，为什么要放杏鲍菇呢？因为杏鲍菇啊，吃起来它会这样 Q弹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富贵白鲳，对，富贵金鲳鱼，对不对？这金鲳鱼啊，它比较软，那我们可以带一点口感上的变化跟对应。好，这时候呢 Q弹，我们就可以下一些这个高汤，高汤，这是过年呢家家户户都会有的，因为呢会有很多排骨汤出现，会有很多鸡汤出现，对，都可以用的。好，我们就这样简单的把它煮滚，番茄切成丁丢下来，然后来一个红的，你看，好漂亮，对，有金有色，来点红的，这很漂亮，金色、红色、黄色都要在一起。丁鱼包、碳结包，健康真才难嘞，对不对？才这怪嘞。好，那这时候其实它已经好了，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它的稠度，如果需要的话再加点高汤或加点水，我们调整一些稠度，我们把它拌一拌，把它煮热，其实这样酱汁就好了。哇，这么简单，非常的快，好简单，好漂亮，注意看。而且完全没有负担的咸蛋黄酱，这种金沙酱啊，好想吃哦！外面都吃油吃很多，我们不用。最后呢，我们再撒上点更健康的，我们这是松子，松子烤过的松子，把它撒上。大菜大菜，对。跟那个料理完全颠覆不一样，对，太棒了。过年的时候呢，你就放一些装饰在旁边，这样就可以了。对，你可以去要学一下了。这个是要学，或者是说雕一下。算了，我们切薄片就好。对，放点简单的装饰了。学的来，因为人家是那个大厨啊。好，那我们今天一道这个呢，黄金鲳鱼呢就完成了。好漂亮，好漂亮。加点工时间，如果你这样不超过十分钟。对啊，你看这种黄金，对了，有金沙，又缤纷。你看这就是一个金沙缤纷沁油鱼。是那接着是要来团团圆圆，是不是？对，还有一个鸡卷，我们来教大家，如果拿到那种冷冻鸡卷，好像长得都一样，我们来怎么样为它做简单的变化？
团团圆圆，还帮你垫高了，步步高升。对，这个油啊，跟这个汁乳化之后啊，它可以比较容易吸附在这一些蔬菜，撒一点金箔就好了。对对，突然刹那间，它升了好几等。团团圆圆的，为什么？因为那个鸡卷啊，为什么大家想说奇怪，怎么要吃鸡卷？因为就生了圆圈状，团团圆圆。这时候教大家，其实你可以去不妨用一些家里那个刨片器啊，你可以把这个，你看小黄瓜、白萝卜、红萝卜，把它卷起来啊。这个真的是刨完片卷起来就好。对，它是你看这个团团圆圆的，可以，这可以放到今年过年。可以放到除夕夜，好不好？可以放到除夕夜。好，我们直接这样子拿回来呢。记得这个鸡卷啊，通常啊，它都会有很香的绍兴酒汁啊，或者是自己一些厂商的独门配方。那其实我们就把这个汁液给留下来。那怎么做呢？很简单，切鸡卷就好了。这个都不需要加热，对不对？对，不用需要加热。对，你就把这鸡卷切一切就好了。好不好？就这个，其实你说要怎么样做变化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它可以直接吃，你就必须要在它的一个摆盘上面呢，我们来做变化。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蔬菜团圆鲜鸡卷，是你看。有时候过年啊，蔬菜量真的吃的太少了，真的，真的。所以呢，你不如人家多增加一点蔬菜量，直接摆上来。哦，直接摆上去，哇，很棒哎！而且团团圆圆，还把你垫高了，让你步步高升。对，让你步步高升，就跟你一般看的鸡卷不一样，好漂亮。你上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很特别。那最主要的呢，我们要利用这个鸡卷剩下的汁液啊。哦，再淋上去吗？对，这个汁液这样淋上去呢，就有点无聊了。正常就淋上去嘛。对，正常。那我们可以让它更健康。其实像这个鸡汁。它本身它的味道风味非常的好，可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像一些精纯橄榄油，或者这几年呢更健康的，像比如说亚麻仁油、松子油，对，你就加一些好油进去。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料理里面啊，有一些看到很多什么油醋啊，你就觉得哦，油醋好像很高级，油醋基本上就是油加醋啦，所以呢，然后醋选好一点，那个白话，选好一点的油，你看它又更亮，哎，这个又金，你看那个颜色，对，金色的，因为这个油它是可以生吃的，所以你就没有负担，千万不要用沙拉油，淋上去，淋上去，它会来得更加油亮，好漂亮，而且你一旦乳化之后啊，这个油啊跟这个汁乳化之后啊，它可以比较容易吸附在这一些蔬菜你的所有材料上。好，其实呢，这样子一道鸡卷就已经不一样了。最后，如果家里有一些金条，削一些下来，撒一点金箔，对，撒一点金箔就好了。对对，突然刹那间，它升了好几等哦。是啊，对。OK。这样其实你看就完成我们这个第二道鸡卷的摆设。省工对不对？而且审核包很澎湃哦，这是我们Lawrence 提前开箱今年龙年的年菜耶！哎、你学会了吧？学会了，好好的表现一下，对，好好的回去哦，跟我婆来。刚这个叫什么名字？出什么了？舒舒服服啦，对，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团圆。但是刚刚有说到。过年不能先熟，蔬菜再新鲜，舒舒服服好，对，要百花了嘛，对不对？你看这种是百花吉祥卷，哦，百花吉祥，百花团圆吉祥卷，是是是。我想，哎，那请问一下上面那个。金箔真的是金箔，那个真的是金箔。现在我们有很多金箔的一个衍生品，金箔巧克力啊，金箔麦片啊，对啊，贵吗？大概100克大概6000-7000块。哇，忘记我们赚到了，这么贵！我跟你讲，过年就是要吃好啊，犒赏自己一下，犒赏一下辛苦的那个啊，可以的，那个100克大概可以用5年。OK 了 ，OK 了，赞赞赞赞。对 ，Lawrence， 我们要先品尝哪一道呢？先喝个鸡汤，然后一方面吃点鸡，然后告诉大家 KK 啊。然后我们要大家在明年可以百业顺利，然后事事顺利，所以喝点鸡汤暖暖胃。这是药膳人参，人参鸡汤。你有特别说你对这个食材都有严选，对，这个鸡是大概是多大？我们就是半年到8个月的半扇鸡啦，就是说让它可以又可以有在外面活动，然后又可以有足够的这个营养，然后养成。然后因为这样的年龄，它好处是没有那么油。
谢谢。然后鸡肉质地比较细，那你其实做完鸡汤之后，哪怕你吃鸡肉都不会觉得它是柴的，没有，所以喝起来清清淡淡的。有什么比呢？哎，什么比？鸡肉参之外，还有其他的也是一些药膳的。红枣啊，对对对。其实我为什么我很推荐它是，有时候我们拜拜要全鸡，对，所以大家只要把鸡拿出来拜。拜完拜了之后再把鸡拿回去然后热一下、哦、是就是又可以当鸡然后又可以当鸡汤，而且我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它的鸡真的一点都不柴，哪怕你复热了以后、哦、还是很好吃的、哦、很惊艳、哦、很惊艳哦，很细致。这个我觉得应该跟鸡的大小有关，对不对？是鸡汤啊，你知道妈妈都熬过鸡汤，你知道熬汤最累是什么吗？就是呢有味而无味，闻得到香气、哦、但是喝起来像白开水、嗯嗯、但是呢好的鸡汤就是要像这样子闻起来很香，对，然后润口之后你会发现这两者啊都会出哦那种分泌，你知道吗？就觉得很鲜甜、哦、而且为什么会分泌物呢、嗯、因为呢如果今天是加味精加鸡粉的它就不会这样子、嗯、你要天然的你才可以自然去回甘的那种感受。而且这个鸡汤为什么这么清的感觉、嗯、就是它没有感觉那么油，因为它是先把那个鸡去蒸熟、嗯、鸡汤我们单独熬煮，所以让它混起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它第一个不会油，第二个不会杂味、嗯、所以你喝起来其实是很清甜的鸡，这超专业的做法。你知道在家里啊，其实我们在做鸡汤我们会先蒸过或者先煮过再去熬鸡汤，但是其实最累的就是要洗那个蒸笼、哦、因为那个鸡都会选很好你知道吗？然后你蒸完之后那个整个蒸笼都是油、哦、对，你要洗那个油要洗好久。是，对、嗯、好，我们喝完这个热汤之后暖暖胃了之后 对不对、嗯、然后我们要先吃一点清淡的清爽的凉菜、嗯、然后呢就是高蛋白质但是低油脂、嗯、然后让你的这个胃呢、嗯、先把我们好的蛋白质先吸收，所以先吃两道凉菜，一个是来自于我们澎湖的陈绍醉虾、嗯、然后一个是那个一样是陈绍醉鸡卷、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不用喝酒，但是可以一点微醺的感觉、嗯、又可以让大家吃到幸福跟美满、嗯、而且它虾是很新鲜的、欸、我真的剥咯、嗯、真的剥真的剥对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它的虾也很新鲜很好吃，就是它那个感觉一下它的虾、就是、烫的那个熟度跟泡那个陈绍的熟度刚刚好、嗯、吃起来没有虾，就是有虾的鲜但没有虾的腥，嗯，因为我蛮怕腥味的，讲、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弹性也刚好。嗯，你要知道它这个是冷冻的哦，冷冻完毕之后直接退冰的。这么 Q？ 对，哇。所以要懂得处理，就是你在煮的过程当中那个时间跟火候要抓好、嗯、然后要急速冷冻、嗯、这样就可以保持它虾的鲜甜了、嗯、然后又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浓郁的。就我觉得它的酒的味道还好，还好，因为我们很担心你，一般般人都可以。我们很担心你，如果说你的陈绍的味道太重，反而吃不到虾的鲜了。对、嗯，所以你就是要保留那个虾的鲜甜。你就要拿捏的非常好，姜是姜姜好、嗯，真的姜姜好。姜姜熟度煮的刚刚好。对，因为其实妈妈有时候在煮虾的时候啊，它就会就是太干了。是，因为有时候那个你看这个熟度是这样白白粉粉的，而且 Q 弹 Q 弹，对不对？对， Q 弹。然后刚刚吃那个是鸡卷，对，鸡卷，鸡卷，嗯，因为我不太敢吃皮，但是我觉得因为有那个绍兴酒的味道，对不 对, 对，融进去之后，哇，我觉得挺好的，那个味道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搭上你刚刚切的那个什么那个蔬菜片一起？而且我吃到这个鸡卷，其实我蛮惊艳的、嗯，我觉得它吃起来不像鸡皮，嗯。嗯、就是你吃起来啊，好像没有那种鸡皮那种油腻感，对，你会觉得很脆口，很像什么的吗？很像千层腐皮，有没有吃过那个？我知道豆腐皮有没有？所以我刚才想说，我以为是这个那种哎、欸，我以为是腐什么皮去包的，我不知道是真的是鸡皮、欸。韩帅真的是专业，因为其实那个我们这个鸡皮是处理过的。他把油先处理掉了、嗯、然后再把油跟肉一起泡我们的陈绍跟我们的中药调制、嗯、然后让他那个鸡皮还是保留一定的弹性跟脆性，这其实是所谓的搞缸鸡卷、嗯、前面那么繁复的工序别人都帮你弄好了，对，没错没错，哇，我们只要负责什么享受跟吃酒吃跟享受就好，口感真好，我觉得真好吃，然后再搭上刚刚不管是那个萝卜片对不对，红萝卜片或者是那个黄瓜片，对、嗯，我觉得应该更爽口，对对，很清爽，好吃，哇，100分100分、嗯，我们就来尝一下这个步步高升的百花齐放，是，而且有金箔的黄金鲳鱼，对，是金沙缤纷，啊，金沙缤纷，沁酒鱼，嗯，刚刚讲里面有那个蛋黄嘛，对不对？嗯，还有杏鲍菇，杏鲍菇 Q 弹，还有那个好吃到没有办法说话，而且主要是这个松子，主角这个肉很鲜、哦、很鲜甜，好好吃哦。这应该就是海鱼啊，才有的味道、嗯、真的吃了一、嗯、跟以往过年吃到不一样的鲳鱼，真的像方帅所说不油，对，然后可以保留鲳鱼的鲜味，对，你就可以吃到它那个包含它的金，就是它的那个咸蛋黄、嗯、南瓜、嗯、加上杏鲍菇番茄微微的酸、嗯、
一点都不腻耶。原来黄金鲳鱼可以把它变得这么样好吃，美味，另外一种美味，真的好好吃哦。嗯，那鱼很鲜。所以这鱼也是澎湖的嘛？刚刚虾子是澎湖的，对不对？金鲳鱼。所以它的味道可以保鲜、okay、而且它是很新鲜的时候就把它处理干净、嗯、急速冷冻。我觉得这米糕啊要做到这样粒粒、嗯、透哦，嗯，粒粒明哦，不是很简单，而且不是干的哦。对，你懂吗？因为是大家在家里做米糕啊，其实有时候都会做成什么瓦吉、嗯、因为我妈妈有时候蒸不熟，那边拌拌拌拌拌它就破掉了。可是你看这是粒粒透粒粒米、嗯、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吃、哦、而且很软糯、嗯、我以前买过很冷冻的米糕都有一个很大缺点、嗯、要么很咸，要么没味，嗯，对，要么就只有咸味、嗯、对。可是我觉得它当初在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它可以保留米的口感，嗯，然后一些澎湖的海鲜，然后加上、嗯，我们希望它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丰富的，让你有回味无穷之外、嗯、还不会太油，嗯，因为油这件事情其实在吃米糕会腻。对、嗯、你讲重点、嗯欸、不会腻，我感觉刚刚吃进去，对对对，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其实我们现场可能刚刚我做菜做下来，这都没有再加工过，哎，它已经放了一阵子，它居然还这么的很像热腾腾刚出来这样很 Q。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虾仁原焙风。哇，哎，这个光是看起来先给大家原本收到，原本蒸完了以后就长这样子，收到就长这样。我刚刚特别有问他，真的是长这样吗？对，真的长这样，每一颗都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干贝，然后加上我们的一颗虾仁，一只虾子，一个干贝，也是澎湖的，也是澎湖的。 OK OK， 然后加上我们澎湖新鲜的鱼浆，然后加上一些翡翠根，然后把它做起来的、嗯、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嗯、然后因为呢另外一半呢我们可以加一些 cheese 去焗烤、哦、加工过的，加工过的，一道菜有两种口味，小朋友尝一下，碳水尝一下，小朋友会比较爱吃这个，用手啊，我用手，可以可以，主厨说了算。这真的我可以说实话吗？好，这比好多那个婚宴会馆好吃100倍，而且很香哎、欸。你知道这太麻烦，是因为如果你要做，你要把它打成泥，你看里面有很多东西。嗯、这个是你不要看它一颗一颗小小的，这个工序很复杂。它料很实在耶，真的。嗯，哎、嗯欸，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叫酒家菜？对，哎、欸，六一雷霸蒜。哇，你看好澎湃哦、嗯，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呢，除了当然我们标准的这个鱿鱼一定要有嘛，干鱿鱼，然后去泡发、哦、okay、去煮之外，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雷霸，一定要罐头的，而且要新鲜的、哦、好吃的罐头的。哦。然后呢，要连同这个螺肉汁。嗯，一起下去熬煮，就是我们的酒家菜，很好吃哦，好吃，嗯，真的好吃。不过呢，一定要有一道那个佛跳墙，最重要就是我们跟一般佛跳墙做的部分不一样，嗯，因为我其实吃腻了那种所谓的猪脚啊、排骨相对比较油腻的，我想要吃点比较清爽的澎湖海鲜风，所以它是用澎湖的一些贝类啊去熬煮的汤汁、哦，所以它比较偏海鲜型的佛跳墙。海鲜佛跳墙哦，第一次看听过哎。光是看那个长的样子跟刚喝那汤的味道，我觉得就跟我们传统想到的佛跳墙完全不一样，嗯，深度差很多。而且我觉得其实买佛跳墙回家是一个 CP 值超高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通常一锅真的吃不完，对，你可以分两天吃。嗯，这种佛跳墙回去啊，它你要把那种比较重的、比较需要熬久点的，可以放在下面。是，但大家教一个小诀窍，过年的时候什么菜很便宜？白菜很便宜，多铺点白菜在下面，一锅让你变三锅。哇，而且我们吃的这一桌哈，这个围炉或者是年菜，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讲这都是冷冻，对不对？是，全部都是冷冻对，真的是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是，它在处理的过程也会锁住它的鲜甜美味，对，所以其实已经技术很发达了、嗯、只是你要选对厂商、嗯、美味健康澎湃，而且吃出幸福的滋味、嗯、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今年不足了，今年不足了，谢谢，谢谢，谢谢，值得参考。所以婆妈们，我们不要再这么辛苦了，选起来、yeah! 今年龙年大定大发。今天感谢收收看咯，乐活收下去，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劳伦斯。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带到在我们过年时间最值得推荐的这个我们的年菜，总共八道菜，希望大家在来年，在2024年都可以发发发，获得您所想要的愿望。而这八道菜呢，选自我们来自于澎湖的海鲜，以及我们这个手路师傅呢多年的经验所为大家精心烹调的，让大家带回去复热过程当中完全不会走味，让大家真的可以吃到最新鲜美味的年菜。哪八道菜？包含我们的新鲜澎湖的金鲳鱼，而且每一只高达500到600克，将近1斤重哦。另外还有包含我们的干贝的这个米糕，
然后因为里面还有包含我们有放了蛋黄，还有放了一些自然调味的一些成分，那你可以吃起来粒粒分明，口感十足。另外我们还有虾仁原贝风，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醉鸡卷，今年还有非常特别的鱿鱼螺肉蒜，绝对是你以往没有吃过的酒家菜，绝对让你重温小时候最甜美的回忆。还有包含我们的人参鸡汤，选择的是我们半年到八个月的半山鸡，让大家可以就算复热鸡汤之后，鸡也完全不会有柴感，而且让你可以吃到鸡的新鲜的这个纤维质感，非常的美味好吃。八道菜复热非常简单，看一下我的左手边就可以明显看到，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复热，成品在这边大家收到的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复热就可以看到这八道菜一个实际的长相，包含我们这个与大家以前吃过的与众不同的以澎湖海鲜为基底的佛跳墙，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吃，因为以前我们的佛跳墙吃起来会感觉油腻，感觉没有那么健康，但透过我们用澎湖海鲜基底的汤底，搭配我们一般佛跳墙的一些食材，还加上我们澎湖特选的一些大贝类的切成片之后，一起熬煮之后，你就会发现吃起来清爽不油腻，鲜味十足又很清甜。还有我们的这个干贝蛋黄米糕，里面真的是放我们新鲜的干贝哦，加上我们的米糕，就是我们的这个蛋黄切片一起烹煮。这个米糕我推荐你们大家一定要吃，因为真的粒粒分明。你复热一段时间之后，就算客人晚到也不用担心失礼，因为就算这时候吃起来还是粒粒分明，每一颗都煮到透，但又保留足够的弹性跟口感。还有你看这只金鲳多大只，绝对满足您一家八到十口人吃。还有我们的这个鱿鱼雷霸蒜，鱿鱼螺肉蒜，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们的手，就是酒家手入菜。还有我们的这个醉鸡卷，简单切片就可以直接吃。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参鸡汤，我跟你保证，鸡肉绝对不会柴。每一只鸡肉大小，你可以把鸡拿起来拜拜，再回去复热。我们的烹调方式很特别哦，我们不是把鸡拿去熬，而是先把鸡蒸熟，另外熬煮一个新鲜的鸡汤，再混合在一起送到您家，所以你直接复热都不用担心，我们的汤会非常油腻，口味调得刚刚好，让您可以真正喝到人参鸡汤的那种滋补元气的味道，又非常的鲜甜。还有我们最特别的，别的没有的虾仁原贝风，每一个原贝风我们都有一只虾仁，包含我们的一个干贝，而且加上我们澎湖新鲜的鱼浆以及我们的一些翡翠根，组成了一个让你可以在家里面新鲜食用的我们的虾仁原贝风。另外你也可以加上 cheese 之后进行焗烤，吃到不同的口味。所以如果您家里面只有四到五个人，我们一盘是十大颗，您可以先五颗焗烤，五颗蒸来吃，由您自己来决定跟选择。所以你不一定要一次把八道菜全部吃完，您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自由调整。另外还有我们这一道我也非常推荐的这个超，就是十五只的这个我们澎湖来的很好的一个健康养殖的一个醉虾，用的是我们的这个陈绍，然后加上我们只是很单纯的一些调味料，还有加上我们的这个枸杞，直接帮您做浸泡，而且重点是煮得刚刚好，让您吃到的是虾子的鲜甜跟脆弹，但又不是过弹，好像泡药水，真正满足您在过年时间，满足您希望家人吃得健康美味，同时还省时方便。所以八道菜一次满足您的需求，再强调一次，建议大家可以一次买两套，因为您可以在除夕那一天可以拿来吃，这次的过年放很长的时间，您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随时拿出来，随时家里面就有大菜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如果您正在找寻今年的最佳的年菜，我们今天这个八道圆满年菜绝对是您的最佳选择。再强调一次哦，如果您正在找年菜，你又希望经济实惠，五张小朋友有找的价钱，让你可以吃到这么丰富的年菜，今年八道圆满的这个年菜绝对是您的最佳选择，请记得哦。